OPPO Reno 8它来了。我手上这台就是即将发布的 OPPO Reno 8 Pro 加。这一代呢，能看出它继承了 OPPO Find X 系列的流线型设计。这里有一个马里亚纳的一个标志，我们能看到这个摄像头模组凸起的边缘进行了一个75度的弧度处理，是热锻工艺锻造成型的，这样呢使背部机身一体性非常的强。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闪光灯采用了一个环形闪光灯的设计。给大家看一下机身侧面， OPPO Reno 8 Pro 加最薄处只有 7.34 毫米，是 OPPO Reno 系列有史以来最薄的一款。中框采用的是航空铝材质，不易沾指纹，感觉有点像 iPhone 13的那个质感。我们点亮屏幕，哇，这个边框相当可以啊，从视觉上很接近四边等宽的那个感觉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下巴，官方称它的下巴只有 2.37 毫米，正面颜值还是很高的。关于 OPPO Reno 8 Pro 加，我们只能聊外观部分，其他的还不能说。关注我，下期带你看 OPPO Reno 8 Pro 加更多的内容。